小葛目前就读起科大三年级，每天早上七点来学校的第一件事情就是，我没有，每次都找不到东西。他五天才发薪水，这样日子我要怎么过？两三块是能买什么小？啊，真的好饿哦，不知道哪里有什么东西可以施舍我。进去教室好了，看一下报告，我们分散一些注意力。世界上竟然有这么好的人，真的是感动得快哭了。我也是有尊严的人，我才不要他这样可怜我，不屑他的贫苦。怎么会这样子啊？不行，我不能辜负他的好意，决定先要去谢谢他。既然还有比我更可怜的人，我决定把这苹果给他。这苹果给你吃吧，很干净哦。